个位置可以麦克风吗？好好好，他们两个今天算是这个初次人炉，来往正前方看，先看一下森哥。好，来初登场，一张照片送给大家，网络上的大家开始截图。小乐今天带着他全新戏剧当中女主角来到现场跟大家见，来两人一起看一下左手边，左手边的摄影群，来一起两位的左手边。好，再左手这边黄色衣服摄影大哥这边，好，两位看一下你的右手边的摄影群，来右边，好，再往右边走一点点，好的，好，左边摄影大哥呼唤他们一下，来，两位第一次一起拍照，好，视线一起来看一下右手边这边，来，你们跟小乐一起，好，来正中间。来，在身后方，给各位摄影大哥，谢谢大家支持。好，来左边这边再看一下，来，好 ，OK 了吗？我们现在进行记者会内容，然后再熟一点点，待会儿拍到更亲密的。想要拜托你，就是带领着女主角拍一张甜宠的初次登场卡斯发布照。比方，你有很多很傻的 pose， 你直接跟她沟通一下，然后至少给大家满意一点 pose。摸头捧脸怎样？你先想好跟他聊一下。还是需要沟通吗？不用啦，你是不是先的？三二一 ，action， 就直接来。好，来准备了啊！好，三二，好，等一下，不好意思，我回来一下，怎么了？突然间有点尴尬笑哎，我第一次遇到你这么腼腆。因为我心里想说，刚刚拍了那么多，然后突然要我想，我突然空白一下。刚刚什么都没做啊，刚刚都是跟那只熊，现在只要跟那个人，就 sweet 一点。来，先看一下森哥，来正前方，来，好，啊，来点音乐，来点音乐，好，跟我有点不会，好，来右边看，哎，正前方 OK 了吗？好，那左边，我们的左边这一群，来这里一下，好，可爱可爱，你们很可爱，好，左边，大家可以来你们的右手边看一下，好，中间再看一下哦，好，这是我们全新的台式战力周日偶像剧网红的疯狂世界，今天男女主角正式跟大家见面，我们的可爱的向前如搭上小乐吴思贤，要创造新的爱情甜宠剧，让大家每个礼拜都有满满的粉红色的泡泡，来再往右站一点点，好，来，好，这组合照之后我们 OK 了吗？那来鼓掌，小乐先整理一下掌声啊！啊，我们的华剧，然后担任女主角，其实向前如心里很开心，也很紧张。今天正式跟大家见面，这段时间都在忙着生气。那其实，在电影还有在其他的那个戏剧当中，他已经崭露头角。这次要跟小乐一起合作，大家在期待更可爱的一个 CP， 可以创造出全新的粉红色的泡泡。哎，好，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他就很会拍了。来，对，你就开心的笑就好了，什么都是对的。好，来正前方再看大家。好，大家都很可爱。才刚刚学校毕业，算是我们的演艺圈的生力军，新生代的一员，也要有在我们的偶像剧当中让大家看到全新的女主角。来，好 ，OK 了吗？好，来你的右手边的摄影大哥还想拍一下，好，最后一张喽，谢谢你们。好，把东西摘一下来，好，没问题。小乐准备一下喽。好。谢谢向前如，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来，贾乐，我们来拍照。这次再次回到了三立的平台，然后这次要在我们台视三立周日偶像剧当中担纲男主角。他已经越来越上手了，成为大家非常喜欢的跨界的男演员、男歌手。那这次他要在这个戏剧当中第一次当老板，他真的要当乐爷了。大家再好好欣赏一下这个私底下的乐爷跟戏剧中的乐爷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好，那我们再帮大家安排。
假设今天青光先生，就是他说他是一个舒适悠闲的老板，他在网红的网络的世界里面，他就是想要创造这种创意跟赞。你要教他怎么样换一个 pose 吗？他现在在演 CEO， 就是一定要这样拍。好 ，OK 了吗？我们再帮你们塞一张，就是甜宠壁咚照。不好意思，哎，向杰如小姐，来请就位。那个框，好，小哥现在就是在记者会过程当中不断出现健身的 pose。好，哎，再近一点吗？不好意思哦，你们自己说。再近一点。哦，好，就是。好，不好意思，要问老板，看老板说这样的 pose 刚刚好。哦，在后面吗？好，老板，刚好我们人都没有看到，所以你可以直接拍。来，我们这个拍一张两人宣传场，来看一下森哥这边，好吧，让森哥来拍个照。哎，现在如果你要看这个前方，好，对 ，OK， 好，对，好，有小乐来带，不用担心，好，来先看一下你们右边喽，好，你们的左边是云摄影群，好，中间再来一下，来，好，好了。